大家好，我是茶汤哥，一人两狗徒步到根河。在这个荒废的场地休息了一天，因为有一个最重要的快递，就是我的太阳能板转换器，在这儿等了一下。昨天我已经收到那个快递了，把那个转换器已经装到车上了。这就是我露营的地方，这是咱的车，后面是高楼大厦。今天就准备出发了，东西也都收拾好了。看一下这个狗笼在哪儿放的啊？它折叠起来是这么小，就正好能立到这儿。其实看见它庞大，其实折起来它还是挺小的，容易携带。柴火放这儿，好了，准备出发了。青海大学，所以说这人还是挺繁华的，但是商铺有很多都没有开门，因为这个地方离得市区近了，坐个公交就去了。这就是西宁城北区的二十里铺镇。这是个集市，看这里面啥也有。我想去买点东西，没地方放车呀，这满满的。马上就上大路了啊！现在在等红灯。热坏了呀！大爷，先喝点儿。天热了，费水呀。往大通方向走，这个树没有静西宁的那块绿的多，有的绿了，有的还没有发芽哩，证明这边的天气还是有点冷。装了个反光镜，虽然没有
我这车把还没有车宽，但是也能看一下，急用的时候也能看一下后面的时候后面有没有来车。今天这天热，这把脸呢可就洗了个干干净净，洗的我是油光锃亮。这边盖这排小二楼也挺好看的，样样的一直盖到前面，挺有独特的。终于追见这个鸡蛋灌饼了，这不知道是啥地方，一段一段的挺繁华的。鸡蛋灌饼多少钱一个个？八块一份。那里面有点啥？有鸡蛋，有肠，有菜。给我来一个。来个饭没有还煎饼啊？灌饼，灌饼。我喜欢吃灌饼。行，吃灌饼我给你点火。啊，咱这灌饼不是就是和的面擀的是吧？那样做的是吧？对对对，就吃那个。啊，这烙好的。刚搁家烙。在家烙好的。啊。啊、哦，鸡蛋灌饼是咋做的啊？嗯，这面卖鸡蛋灌饼的少吗？少，两人吃点少。看，这就是鸡蛋灌饼。烫好饼以后，把鸡蛋灌进。哎，一翻。酱，对，刷上酱。它没有味儿，酱有盐味儿，太香了。你再好吃的东西，你没有盐这么好吃。对，是的。嗯。那鸡肉你加不加？鸡肉是三块一个。不加了，就这玩意儿。一会儿该吃饭了。我就想吃一个这鸡蛋灌饼的，碰不上。对呀、啊，这吃了这个不知道到啥时候了。哎，给点钱，这就好了啊！哦，这就好了，嗯、这就是鸡蛋灌饼，外焦里嫩。嗯，还是那个味儿。我问大姐，这属于一个村庄，好像这里面是渔场，它里面是个生活区，挺繁华的。里面有高中、小学、幼儿园都有。买了点菜，菜也买齐了。现在走，再往前走一会儿。提前买一下吧，万一有合适的地方，咱就休息了。你们该干啥呢？你们看，它可精了呢！我在那儿偷吃了一个鸡蛋灌饼，你看这，哎呀，偷吃了个鸡蛋灌饼，没给你吃，这还急成这，偷吃了个鸡蛋灌饼，它就来你身上闻一闻，它那鼻子可尖了，你吃了它能闻见。哎呀呀，就毛！好了，咱走吧、啊。行，咱找点小绿地休息。天黑了，咱就不要走了，就在这儿露营吧。这儿有个停车区，本来我看了一下，这儿有个公共厕所，但在这边关门呢。所以说咱就不用管他了，一晚上咱来这个拐角这儿休息了算了。来，
你啊。终于能便宜点了。我就没有吃过那个几毛钱的白菜，最便宜就是这两天1块1.8。鲜肉搞里面，我去，姜和葱爆香。菜到里面，最后一道了。等会儿啊，在汤里。哎，别动，退后。你抖抖音是哪一卷毛？多少天没有吃面了？昨天饺子，前天饺子，那天晚上是吃的买的面。6天没有吃面了，6天。巧克力一根火腿，巧克力。上贝贝一根火腿，贝贝。吃饭。都挺乖的。
晚上收拾进去，早上手收少收拾一下。晚上不收拾的话，早上起来收拾一样的。这一条路上这车还是挺多的，早点休息吧，收了灯。11点多了，这车还不少呀，大车也不少。天是暖和了，好过了。晚上做饭不是太冷了，但是白天走路还是比较难受的，因为天热，所以说人就比较乏力。今天没有走到大通县，离大通县好像是还有7-8公里吧。今天晚上露营到这个小服务区这儿了。哎，车流量还是比较大，哗哗的太多，就早点休息吧。出了市区就好了，出了市区它车流量就没有这么大。那白天车流量大，晚上就车少。今天的视频咱就分享到这儿，我也就准备休息啊。祝大家做个好梦，拜拜。哎，还有一个事情，记得用大家发财的小手点个小爱心，嘿嘿，拜拜。